咱台湾的羊肉市场吼，进口差不多占90%吼，啊，本土的差不多占10%尔。在这10%内底吼，咱分林关是一个养羊的大县吼，所以咱占量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吼，每年差不多供应市场20,000头吼，我们的产值大概在1亿2千万左右吼。那本土的羊肉跟进口的羊肉，当然在啊这个味道上有很大的差别哈。我们的肉质非常的甜美哈，那么别有风味哈。尤其呢，有人唔敢食羊肉，是因为惊羊肉咸哈。咱本土羊肉绝对无迄个咸哈，啊，所以讲大家也当安心食用哈。那么羊肉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可口的，可以大开我们的味蕾啊。同时呢，它本身也具有这个食补的功效啊，所以我们特别啊举办这个啊推广的这个会议啊。那2017年的台湾灯会第一分林了哈，分林都要邀请大家来看我的灯会之外呢，啊，尤其是呢，啊，我嘛要展出个分林馆非常优质的农特产品，其中包括我们的羊肉炉啊，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来品尝，给我们的农民多多的加油鼓励。